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，我是勇哥。现在是早上10点多，今天8月24号，我们看一下大盘的走势如何。大盘现在开高以后，各位上涨了200多点。那受益辉达财报效应影响，它整个开高没有错，也符合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东西，也说财报应该还不错，所以直接可能会开高。那我看大盘走势，那日线来讲话，各位看一下这边，那整理完以后，它开始反弹了哦。各位在半年线之上，像昨天的 K 线，今天注定要反弹了，因为。所有的 K 线，我跟你讲过，这根黑棒的高点突破以后，它就会反弹，没有错。我昨天讲的非常有道理。第一个，受到市场关注 ，FED 主席谈话关键下，以及 AI 龙头财报公布下，股价开始反应了哦。第二个，虽然军工股大涨，后续关注旺季需求，苹果新机题材短期上以价差操作为准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费城半导体指数，跟大家讲它持续反弹哦。OK， 受外 AI 晶片王辉达公布第二季财报下上涨3.1%，那台积电 ADR 呢上涨2.15%，应该也是费城半导体上涨的因素，有利于台股今日的反弹。所以今日台股以后就上涨了200多点，没有错。那么在台币呢转折上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那其实受到七月份累计贬值2.95角，受到亚洲各国影响的话，因为大家都在贬值，应该出现了转折。OK， 所以说如果外资持续在买超的话，各位看这边，第三季除权旺季加上外资汇出之下告一段落了哦，准备在外资回头买超之下，有利于升值行情，所以这边往下有机会往下做修正的哦。OK， 所以各位。只要台币能够升值的话，基本上那热钱又回流到台湾，或许 AI 概念股又一波不错的行情，大家不妨可以把握一下。那么我看一下台积电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那台积电摆尾金帐月线反压，我当时说半年线以后台积电不要再卖了哦，跟大家提示过了，很多股票我提示过大家。第二个，受惠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为辉达 AI 供应片之商之一，成为最纯的辉达概念股之一。那我们看台积电走势今天如何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各位，台积电今天开高以后跳高了 ，OK。所以我当时候跟大家讲说，这个地方的半年线其实是有撑的，往上涨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会有机会开始的反弹。而且当时候我有画图给大家看过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画给大家看，它会回撤这个缺口有没有？刚好这个下缘附近回撤完以后，它就开始反弹了。所以台积电虽然我没有每天讲，但是我有事先跟大家预告。什么意思？我跟大家讲说，这个地方的缺口可能会来回补一下，所以它回撤在这地方 ，OK， 回撤完以后，这个半年线之上它就反弹了，没有错，也符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地方。所以台积电弹，整个大盘就会反弹，也是我跟大家说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文章都有大事先的大胆的预估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么我们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三乐奇宏跟大家去追踪一下。三个族群有奇宏、3017、3DVC 的 ，OK。那3017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什么时候跟大家持续追踪的呢？我们在 ES 财经台以后，在6月19号这边跟大家持续追踪三个族群。好，绩效61%，一张呢赚12.9万，10张赚129万。那奇宏今天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看一下3017，各位。好，今天来讲话，各位还是创下新高，有没有？跟讲。一样，各位，它回档幅度不深，有机会就创高。所以你有听我的节目的投资朋友，很开心，也恭喜你。如果有赚到这种股票，你应该可以享受到今天快涨停的幅度。所以各位，我都有跟大家事先的预告，然后现在来做验证，没有错吧？验证今天过高了，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，我希望大家把它抄起来。我的股票算还不错，还是会有涨升的空间。毕竟我的功力有30年的功力，以前都在研读技术分析，那很多东西的话，其实你一看就知道答案是多少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好，那你还记得吗？前几天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档股票，8月21号的时候外资强烈买超 ，OK。然后8月21号的时候，各位我们看一下这边切线完以后过高，这边有外资买超。我过后来会开盘，现在不行，因为今天还是在涨停，所以8月21号说会外资买超之下持续上涨。8月21号，各位还是涨停板 ，OK。好，8月21号的时候，各位我们看这边会员买进后盘中涨停板。那今天呢，各位我们再看一下，今天如果你还去看涨停板的股票，咻，今天也是涨停板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盖牌的股票是不是真的有先给大家预告？然后事后的验证是不是还是去了涨停板 ？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标的。然后你还记得吗？我请大家来扫我的 Line， 各位看一下这边，
我们有八月份有推出的非农再添方案，五档强势族群，柯桥昨天涨停板，今天也是稍微开盘以后过高到涨停板左右。那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如果你有喜欢这种五档股票的话，欢迎扫我画面上的 Light， 然后加好朋友，然后你说我要八月份的非农再添的股票，那我们助理的话就会把这个股票，这五档股票传给你。这五档股票里面没有涨停的话，大概有涨4-5%到7%，有时候会涨停板，没有错。我的股票真的非常非常强，我不希望它天天涨停板，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天天涨不停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柯桥。那其实的话，昨天分享完以后直接涨停板，那受惠中美贸易战，疫情受控之下，两岸 PCB 生产比重发生变化，看好东南亚制造需求回温，接单有望受惠。那柯桥的话，各位你看这边今天的话一开盘，如果你有上听我节目的话，今天开盘快接近涨停板的，这应该是盘中后来就涨停板的。 OK， 好，那么你还记得吗？那么这五档里面，各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 好，这五档里面股票，当然我带会员朋友去买进。各位看这边，神秘飙涨股带领会员进场。OK， 昨天在这个时候，各位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的内部的讯息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8月23号，昨天9:09，在我们上节目之前，我已经把call讯发出去了，建议买进多少到73元，投信买超下有机会续涨。各位73元的话，各位看这边，这边来讲话，它掉下来的时候拉回这个地方。才有买进的时候，所以call讯的话先拉回再买，然后后来就涨停板的。今天也是开高大概8-9%到10%左右，所以各位我分享的股票基本上来讲，然后跟大师去追踪一下盘后的时候，各位12点多恭喜会员朋友涨停板，会员请续报。 OK， 所以各位这边来讲话，我当时候在call讯的时候拉回来再买，所以买完以后这五档里面有一档股票，当然我会带会员去买进，所以我们股票说神秘标股带领会员进场，买进完以后，各位收盘涨停板，今天也开高，大概7-8%到9%到10%左右，不妨可以参考一下。所以你有喜欢标股的投资朋友，欢迎扫我们的 Line OK， 将会有第一手消息的分享，我会无私的分享给你这五档股票，没有错，你只要加 Line， 各位。就会有好消息的股票跟你去持续的分享与追踪。因为来讲话，我希望给大家给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，就是说老师接到股票能够有涨升的幅度，然后我们下礼拜从 ES 财经台再来分析说是哪几档股票，有哪几档股票来持续的开牌与追踪。所以我的股票算是还不错，希望能够你能加入 LINE 的好友。 OK， 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，也就是说这五档股票，各位等股票的话，无私的分享你。今天股票来讲话，就算开高200多点，我们是股票没有涨停的话，大概有5%到7%，或者是10%，不一定都会有涨停板的机会，不妨你可以稍微把握一下。OK， 那么其实操作在股票来讲话，赢家三部曲，我们有事前的预告 ，OK， 事后的验证，加上获利。各位，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说，我在节目中我不会。带出股票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会员朋友的权利，因为我保护会员朋友的权利，如果说假设我在节目上公开了结果卖不出去的话，或许对会员朋友是个损害，所以各位要听清楚，我跟大家分享的股票其实都还蛮标的，但是我不会在节目中分享说要卖出的讯息，请大家包含一下。好，那么我看一下这边，那伺服器来讲话，今天伺服器 OK 非常非常火红，各位2382的广达，3231的伟创，2376的技嘉，6669的微影，我们稍一下广达2382 OK。 好，广达各位拉回幅度不深， 过高 OK， 持续过高应该有吧，因为符合我跟大家说的一个理论，就是拉回幅度不深，它过高的机会会比较大，如果拉回幅度比较深，像等一下跟大家介绍的创意，你就知道说哎，这边底部咯，不要再卖了，你要知道进场的时间点。好，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晶片股风客制化 OK， 世星 KY 是最大赢家， AWS 及 Tesla 及微软都是采用世星 KY 的矽制材，所以它才会成为股王。我们看一下3661 OK， 所以今天还是持续的创高，没有错。其实来讲话，世星已经出现了微笑涨法，而且在低档的时候其实都出现了。OK， 好，就慢慢涨。OK， 出现微笑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手指头，各位，你学技术分析，
学了那么多方法，我还劝你用这个微笑法则比较容易看得到股票的涨势空间。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来看一次，微笑把它摆进去，它就在玩一个 V 字形往上走的时候，就是你最大获利空间。提损设哪里呢？我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不会很大方法，设跟黑棒的低点，这下影线没有跌破之前，往上空间交由市场去决定，绝对不是我勇哥去决定股票的发展方向，绝对是市场决定它的方向。它只要能够涨，能够让会员朋友获利，就是我操作一个股票的 SOP 的法则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么我稍微看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创意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创意。来，创意来的话，各位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那创意来讲的话，其实我跟大家讲3443创意，在八月二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，收敛格局在0.618的时候1391元，0.5在1199元。创意来，那我跟大家分享说，8月7号最低点在1365元。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其实我没有每天讲，我当时候跟你讲说什么？创意不要再卖了。我们看一下这边。所以它会涨，其实没有，也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说的，有没有？跌到这边的时候，我曾经跟大家讲说，不要再卖了哦，不要再卖了哦，因为它从2000点跌到1200块，千万不要再卖了，不要卖在阿呆的股票区，也就是说，它自然就会有反弹空间。那反的话怎么看？其实就出现微笑，有没有？出现微笑的时候，它就有反弹空间了啊。所以其实每档股票，你只要听我节目去操作任何一档股票，我认为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赚得到钱。你千万不要道听胡说，你说很多讯息股票其实都会很多的风险性，但是你要一套自己的法则的话，其实操作来讲话，你就会有享受到获利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。那么还记得吗？台湾重电主要的供应商，各位，我讲的是哪一档股票？华晨。OK， 我什么时候带会员朋友买进的？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，建议买进华晨。8月16号礼拜三9:08，在上节目之前把扣讯发出来，210到215元，受惠台电飞单业绩吃补。OK， 那华晨呢有什么重要消息呢？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一下。其实它营收表现还不错，跟大家讲说，受惠台电强韧电网计划、外销及绿能产业是成长的三大动能。接获美国电力公司采购8台500kW 的等级的变压器订单，有利于未来发展。各位，华晨今天表现不错。那我还记得吗？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还记得吗？这根丑丑就是本人。OK， 光宝科华晨，各位在8月22号的时候，华晨有直接涨停板。OK， 那么其实华晨我很早跟大家分析的，在7月14号的时候分析第一根涨停板。OK， 7月17号的时候2根涨停板。OK。好，7月17号的 K 线图的话，大概发散格局，各位发散格局后又涨停板的，没有错。好，当时候华晨什么时候跟大家无私分享的？在6月19号的时候 ，EH 财经台，我们网络节目都有，欢迎你收看我的节目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给你大家做验证。我希望的节目是给大家做验证，我有讲过股票，你可以去做验证，事后的验证，后来的获利就是我们会没有最大的福利。好，那接下来讲话是36%，一张赚59,000，十张赚59万。百张呢赚590万 ，OK， 这次绩效还不错。然后华晨呢，各位7月17号的时候咻又涨停板的 ，OK， 7月31号的时候，各位这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，后来涨停板涨了200多块，利多呢为台湾电能源转型政策，加上台电的强韧电网计划，加上美国2.3兆美元的基建带动之下持续创高，今天高开到300块吧 ，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。1519华晨，恭喜会员涨停板。我们最近有买的话，各位有买进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在8月21号的时候，恭喜会员华晨涨停板，会员请续报处理。好，8月22号，各位第二根涨停板 ，OK， 请大家续报。想赚钱哦，如果你有想要赚钱的话，赶紧刷 QR code， 这非常重要，都有分析给大家非常多不错的股票。华晨1519，6月19号跟大家分享，拉回来收敛，往上来。发散的时候，8月22号276元，一张获利115,000，十张呢获利115万元。你看的操作，希望邀请你一起来财富自由。所以我们的股票，我们再看华晨今天表现如何。OK， 今天还是持续过高。OK， 好，有没有出现了微笑 ？OK， 是每档股票都是一样的法则，出现微笑必出现转折。这个是投资股票最难的地方，我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如何操作股票。
我希望带我会朋友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中能够欢喜心，然后获利的机会非常非常大。各位看这边，它还是微笑法则冲上去的，有没有 ？OK。所以现在今天最高到大概是298元，快接近300元了。OK， 我不预测它的高点，但是我知道说它是发散格局。我什么时候叫会员朋友买的？看这边210的时候，在8月16号左右200，应该是这个地方。OK， 转折的时候跟大家买。OK， 210。OK， 转折完以后往上走，这就是你最大获利空间。停损设哪里？我的方法都一样，停损设前一根黑棒的低点。如果你照这个方法做，你基本上你可以享受到每一档一档获利的机会，这就是永哥的操作法则。那么来讲话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当你是我的会员的时候，或是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将会有第一手消息，所以少 light 非常重要。我跟大家分享很多的飙涨股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，谢谢各位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2-5858，抗涨专线02-8512-5858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02-8512-5858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欢迎回到节目上，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。各位，我们操作来讲话 ，SOP 叫做逢低买进。好，什么叫逢低买进？非常重要。我们看一下这张字卡，叫做华城。华城怎么叫逢低买进？各位，这种低基期的股票应该都很少见的，所以您只能逢低。各位看这边微笑转折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红棒买进，低点设停损点，往上空间就是你最大的获利空间。所以，这股票我们可以赚20-30%，就非常非常的容易。所以转折点来讲，是所有分析师最难操作的地方。我希望以我的方法微笑转折，希望带给大家能够有获利的空间。只要你用眼睛注意看，而且有用心去体验我说的说法，我其实来讲话已经有非常多的功力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请你大家会喜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那散热模组话来讲话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是我们的建准 ，OK， 22亿的建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利多行情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各位，7月20号跟大家分享，受惠伺服器、网通、车用动能旺盛，下半年获利优于去年，且加上高速路由器规格升级下，带动风扇需求大增。OK， 好，7月21号的时候建准的话其实创高。OK， 7月21号各位涨停板。OK。江波图画涨停板 ，OK， 7月27号，各位建筑还持续的创高，
那么我们看一下8月9号的时候有什么利多消息呢？社会第二季 EPS 为1.72元，年增44%，季增55%，刚好下半年到2024年营收展望正向，动能来自伺服器、网通及车用，各位创新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建准8月16号的时候，其实社会高阶伺服器及车用产品分享，以去年同期成长35%到40%，加上第二季盈余4.31亿，季增55.25%，所以建准在8月16号的时候又涨停板 ，OK。8月21号的时候，各位又涨停板。我当时跟大家分享说，8月21号说，券资比73%以上，股价有机会再创新高。那我们看2421的建准，看一下2421，今天有没有跟我们大家想的，差不多快涨新高了 ？OK， 是股票真的会涨，没有错。微笑出现的时候，各位还持续创高，券资比那么大，所以很多的投资朋友喜欢去放空的投资朋友，我认为就觉得说，你要放空的话，你要放空弱势股。千万不要放空的这种强势族群，强势股的话就让它等它涨完的时候你再操作就可以了，这是我对它一个想法。好，那我们持续追踪一下。好，那么其实赢家三部曲跟它持续追踪一下，其实就是属于预告。 OK， 有事先的预告，有没有华晨有事先的预告，然后印证 OK， 好，然后有获利 ，OK， 请跟上营销的脚步。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，其实我们的操作理论很简单，各位看一下这边，先守稳再攻击很重要，先守稳再攻击。如果呢，如果你有以下的一些问题的话，欢迎股票套牢者来找我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的投顾老师不理你来找我，或许他买的比较高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。你没有 SOP 的法则，欢迎来找我，这非常非常简单。操作股票像喝水一样，像呼吸一样，空气简单。你只要是老师的会员朋友，你可以享受到一个简讯通知，而且很轻松的方法操作股票。第三个，一档股票赚30%，三档股票赚1倍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当有资金充足者来找我，享受到获利的过程，因为我知道说大家进入这个市场一定都想要获利，但是你找的老师不一定能够让你获利，或许他讲的口沫横飞，然后讲故事给你听，非常非常好，可是他每次操作股票的时候绩效都不是很好。但是勇哥呢，公开分享的股票真的有涨，像华晨之前的华星光，你还记得吗？华星光各位上涨了，涨幅203%，重旗涨了46%，旗宏上涨了61%，华晨42.5%，是不是？这些股票都是我们的一些操作的逻辑。我的股票不会换来换去，不会每天换的股票换来，一天换股票，一天又换股票。我股票是蛮有连续性的。比如说你听我华晨的故事，我在每天每天讲，它是不是每天每天？各位看一下这边1519华晨，是不是每天每天涨？所以你要找的老师应该就是属于说每天操作股票不会换来换去，起码来讲的话，我的股票都是属于有连续性的上涨的故事，从低档的时候转折区微笑转折就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与分享，往上涨的时候发散格局我也持续的跟你追踪。但是我必须有一件事跟大家说声抱歉，我不会在盘中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的卖出讯号，毕竟又影响到我们的会员朋友的权利。当然你如果喜欢来参加获利的过程的时候来参加老师的会员，我会无视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简讯内容，没有错，怎么操作我在简讯都会有很正确的一个通知，你怎么操作该怎么赚钱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，那么网通族群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2119的重旗，还记得吗？重旗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？各位网通标股重旗 46%， 一张赚16000，十张赚16万，100张赚160万。各位在7月3号的时候进场，在 ES 财经台的时候我跟大家分析的股票，没有错，我股票很多从那里出来的，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么记得按赞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重旗来讲话，网通族群持续发散，这里分享完以后开始飙 OK。 我们在7月14号的时候各位又涨停板的，7月17号的时候各位又涨停板了2根。好，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，还有当时候在最高点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短线休息喽，震荡整理喽 ，OK， 要小心哦。所以我其实我都有短线在高档的时候，我应该都有事先的提出我的看法。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，从简讯通知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朋友，当然涨多了。赚得非常开心的时候，记得要减码操作，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那很多来讲话，我们很多的股票起标点
就会喷出有20%、40%、100%都在这个 Lite， 所以欢迎各位来扫我们的 Lite。如果说你想要得到这个飙涨股的时候，各位飙涨股很重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八月的话，各位看这边，八月飞龙在天的飙涨股，五档的强势族群，欢迎加 Lite 成为老师的好朋友。我们助理的话会直接把这五档股票免费传给你。OK， 这五档股票我上节目之前大概都有涨到5%到6%，或者快到10%左右。算每档操作的感觉的话，越早来加老师的 Lite 越早享受到这个股票一个获利的空间。毕竟来讲话，如果他后来他下礼拜我开牌的时候涨上去，涨了10%、20%、30%的时候，你还跟我说，哎，老师我没有拿到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说你是我的会员的好朋友，或者是你是想要加入飙股行列的话，欢迎来扫 Lite， 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提早扫，然后这边写说，哎，我要八月飞龙在天的标股，自然而然的，我的助理就会传给资料给大家。这五档股票非常非常重要，都会有涨升的空间。所以每档操作股票来讲，我几乎都有提前的事先的预告。OK， 预告好来做验证，验证完以后，各位再享受到获利的过程。所以我们 SOP 的法则非常简单，先事先的预告，然后再验证，然后再获利，是不是老师的操作逻辑就是这样子？所以每个我们节目的如林惯性就是这样子，有获利空间的时候会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与分享。然后最后，如果说你想跟上赚钱的距离的话，只剩下一通电话。基本上来讲，你如果是老师的会员朋友，你应该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过程。最后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如果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，欢迎来电洽询。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